好扯哦，他钉进瑜伽裤里面，好多哦。本文一场车要赞助一下我。哦，我们真的需要。我需要接业配，我超容易被钉耶。我都没事哎、欸，你没事就会有我。我补蚊灯。他们那个针到底有多长？连袜子都能穿透哎。比你的脚还长。干杯！口杯哦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好口杯。现在几点？早上4:22，我们是不是早起人？我们是，我们绝对不晚睡，我们宁愿早起。啊？你觉得呢？看起来像有啊。1:00我10:00还在看睡，靠腰。没事没事。喝咖啡。喝咖啡，我加大。散户通常就比较没有那么昏昏沉沉。对，而且如果看到第一道阳光，会觉得心情很好。哇，我还没看过日出哎、欸。鱼肚白哎、欸，我爸说鱼肚白是什么？今天没日出。鱼肚白，那我们在干嘛？不知道，我也是4小时之前才知道。我们就是为了日出而来啊！我们看天慢慢亮。我爸昨天有给我们他的爱，一人一个。是放在狗身上的吗？头灯哦，这头我以为是遛狗的时候，之前是放在我爸妈身上。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哎、欸，很厉害，这样就是找底下。哎、欸，好强哦，猫咪追追追！追追好，我赶时间了啦。但我第一次从这个入口进去，哦，真的假的？之前我妈很常带我来。这边还有虫鸣鸟叫，这边不用放 BGM 了。我要从这边光明院，他来之前还给我查了一个很怪的东西。哎、欸，可没有最厉害的喝中白。哎、欸，那个我都不知道哎、欸。我今天带空的水壶来装，到了。哦、你确定它现在有亮？有吗？哎、欸，但我看到喝中白，秘密经典喝中白，哎、欸，还有盲人点字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还有热水哎、欸。我早上不喝冰的。我看到 Google Map 上说这边还有一个那个七彩观音可以放那个池子，这可以许愿。不知道，不知道能不能许愿，但我觉得很可爱，好像关了。我怕野狗会冲出来。那我先拿棒子打它。又来。没打到冰，没地方，穿个掉。一年前、两年前，我们都还这么样子。不然他们应该是被关在里面。好了，走了，走了。不要再过去了，不要惹那些。他们不在里面啊！出来，过来了啦。啊，这样我们看不到我们那个莲花哎、欸。好了，我们就放 Google 的照片看了，线上祈福啊。哈，哎，这边它有好多地方哎、欸，他们还有青山步道和通北街，我们是要往青山步道走吗？对，青山步道、欸。而且你知道这座山可以通很多地方。什么意思？它可以往大直，也可以圆山、uh-huh ，然后也可以直接到那个圆山美术馆，还有圆山大饭店。所以你妈小时候很常带你来。对啊，还是你妈其实在跑路？没有啦，我妈是正当工作，而且上面有一个那个哎、欸，那个健身房。这边完全是黑的哎、欸。我们有头灯啊。啊，我有点害怕。不会啦，我都还没吓你嘞。你不要靠我呀！哎、欸，我不要，不会，我不会吓你。再等一下。好，那你要等几下？等一下我们就看到日出了。但还是等，可以等日出吗？不行，我们两个根本就没有想清楚，我们到底。我们用手电筒、啊。靠，这里来，你用这个来照，你把头灯关起来、啊。你看我。来，你看你的光，你来看你的光。至少有人找可以找到我吧？杀手屁光了、啊。只要你看，真的在亮啊！回来了，哎、欸，真的好暗哦、喔。回来了，走啦，不要。现在4:30，我们5点要到上面。可以啦，可以。好，那我冲了。哎、欸，那我不要。哎、欸，欧亚德，那我下去了。欧亚德，回来，快点啦，陪我，快一点，回来啦，来陪我一下嘛。好呀。你的一下都很久。照地板就很亮啊！好，我们等最后，等天再亮一点点。怎么亮一点？我们不是要看鱼肚白？要不然荧光棒拿出来，我帮你加油打气。
噔噔，哎，很怀念哎，秘密武器，荧光棒啊，全新的，以前我拿到这个都好珍惜。我也是，好爽啊，以前都只折一根哎，全部是这一盒也没多贵，多少钱？100多块。看那些大人还在那边一人发一支，要那个乖才能领一支。对，小孩子很好骗哎。你知道我以前在家里如果想尿尿的话，我都要等到4点。过到5点那瞬间，我才敢冲出房间。你怕有人问你要按红色还是按蓝色？什么意思？就是厕所会有手窜出来的声音。哎，你很靠右，你很靠右。哎，你现在没厕所，不要怕，我真的很会啊。他放你包包里，借放，我不要理你。帮我喝完。我这一集我要改天妆，你就在这边甩，我 DJ 还留给你。Flower 好麻烦，哎、欸，这是村上龙，村上龙、欸、真的很漂亮，很美。那我们可以多折几个。好啊，哎、欸，蓝色没嘞，无所谓，财富自由的味道。哇，你也是真的，看，这是我小时候一直想做。为什么？你是这样想啦、啊？我就会怕你到底想怎样？不能看天渐渐，我们在这边看嘛。我才不要嘞、欸，已经真的看白了啦。是要看白？那个阿伯，很奇怪啦、啊。我们看起来像有吸毒。吸毒还会买荧光棒？我把钱拿去买毒品吧。啊，太大了！这个要像颈链呢。早安，早安。这个上面会一直很黑吗？这边没有灯，你有没有带灯？有，啊你呢？啊你不用哦。哦，还是我们趁着跟他上去。好好好，这样我就有勇气。噔噔噔，你看我又有勇气了，赞美我。不要等那么久，就不要哪天换你。我不会，因为那我们哪天来吃鸡佛大餐？下一个地方我们帝王麻辣火锅街猪脑鸡佛，有奖金吗？我给你啊。好，我吃。为了多少钱你愿意吃？10000块。10000块，揍你！这一集我们排完 ，Google 给我们的分润都不到10000块。你看我手上，靠背很多，你要全责？对啊。全部倒出来了，我什么？你刚刚那么久，害我看不到鱼肚白，我要制裁你，你看好，看好了，你不能靠近我，要远一点，我才是爸妈最爱的小朋友，看，好爽哦，好好哦，你看好亮，好亮哦，哇靠，哇，亮到有光晕呢。我等下去买，我就花300块买2盒、啊，你很高呗？你以为我没钱、啊？我们要来办一个那个霓虹跑山社，你知道吗？那一开始起跑的时候，大家就折，然后开始跑，然后还要交思量之前也一定要跑完。对，每周三晚上都在剑南山。你不要骗大家，晚上9点根本就不会有口碑的粉丝，要自己带着自己的荧光棒一起来。会不会有人检举我们呼麻？嘲笑的说，没有，我们只是刚刚喝咖啡喝了有点急。我要跟大家讲说，我们抽的是快乐，就是熬夜熬到早上会有一个 bonus 期。嗯哼， bonus 期就是会清醒，大概到10点之后你就会开始咚。那差不多啦，我们也爬完了，等下回去睡一下再起来工作。好 ，OK， 我跟他们不就是跟阿嬷一样吗？对啊，就是你晚上睡不着，跑还爬山。对啊，天黑。好宁静哦，很像宫崎骏的电影。对，哎、欸，你知道这边还有神社吗？哦，真的假的？就圆山水神社的遗址。哦，好酷、哦。可能已经废掉了。哦，我是没有到那边过啦，我只有到那边的健身房过，露天健身房。什么意思？小时候我妈带我有经过。啊，那器材不会生锈？有些可能生锈，所以你最好戴手套，不然会破伤风。我今天有在拉力带，我特别要展现一下给你看。所以那个健身房是你小时候第一个摸的健身器？对啊，抓桌啊！那这样算是 C 罗踢的第一颗足球？我自己猜是牛顿被砸的第一颗，还是卡廷诺叛逃的第一个员工？是我。这是荧光路跑的休息站，对，发水，然后水还是要楼下喝重排的。对，
然后不喝水的人奖励一根荧光棒。下礼拜三，好啊，剑南山7点，好，约好了，不见不散。入场报名费600，填表单。太贵了吧？然后只有一根荧光棒，如果不喝水有2根。但是我们发的水还是下面喝众牌装的免费水。我们用2根荧光棒换一个壮士帮我们当上。到底谁稀罕那2根荧光棒啊？稀罕的打稀罕。到底是我们太累，还是我们真的变好笑了？我不觉得，只是咖啡喝太多了。如果你是男生的话，刚刚的表现我给70分。真的吗？可以陪我在那边折荧光棒，很棒。但是刚讲那个厕所的鬼故事，我倒扣30。那在耍幽默。哪里幽默？这边没厕所，你不要靠腰。这边要哪里有洞，把手穿出来问你红色还是蓝色？你的屁搞了，你的屁眼跑出来，气死我！看到台北了，我们就在台北。这就是你俯瞰全部台北，但看不太到，我们可能还要再上去一点点。对，快到了，快到了。这树好性感哦。怎么样性感？你告诉我，你看这边打光一下，对，感觉很紧哎。这棵树就是我们路跑的第一个景点。那它的关卡是什么？要这样摸。怎么样？要判定那棵树开心？它开心了，它开心。好，哎，是不是可以创建景点呢？新增遗漏的地点，一棵性感美术，拿了好多荧光棒，要染红茶，要新增性感屁事，不然。这边有一个休息区哎，对啊，它很多地方都有哦，好酷哦！啊，那边还有个呼啦圈呢，我靠，那不知道 Hiki 了没有？哎，我以前很会摇哎，我才会嘞，哇，好厉害哦！哇，好厉害哦！你真的可以去 Hooters 哎，得得得得得得得，不然我给你运镜，得得得得得得得，哇，好痒，好痒，好痒！关卡了，仰卧机没有做10个，不能继续走。哎，你的启蒙力很 hardcore 哎。好了，10个才可以往下爬。哎，等下你的脸上有什么？你的脸上有一个毛毛虫。等下，到底？你敢不？我们因为想说晚上上来这样很好玩的，有气氛哦。分你几根？可是我怕你下山就不练了。好啊，你可以挑很多颜色，我觉得这个最漂亮。来一个，好，谢谢。不会，那两个，哎、啊，还是你要套成一个环？哎，我们这边配荧光棒会不会有市场？会，一根10。不用啦，怎么可能啦？我们在开玩笑啦。开玩笑。我们要，哎，那做那个真的有那么累吗？很累啊，你自己做做看。好，手抱胸。对啊，我们4点爬的。你做几个？我做7个，那15。我们吗？我们有睡一下下，然后我们2点半起床，然后3点来这里，4点爬山。25下哦，而且中间不能超过3秒钟。真的假的？屁啦！你在做？你在做7个？第一次来哦。没有，我来3次。他地头蛇哎，你从圆山爬上来哦。天天来啊。你从圆山天天来。7、8点就可以唱歌了。7、8点可以唱歌？好甜吗？对，它是流行歌吗？有隐形的翅膀吗？我不知道。哦，那边有一个北眼，听起来很漂亮。啊，很矮哦。去看贡丸跟贡丸和豆腐。北艺。哦，北艺。啊。老板豆腐跟贡丸。啊。那个是叫做豆腐跟贡丸，你在那边看上看下去很漂亮。好。看那个。那边看下去很好看呢。心情好好哦，很漂亮哎。对啊，我们已经。
经错过了，我们应该是在下面折荧光棒那个时候才是。哦，全都是蜘蛛丝，我被咬死。好，下一站 ，Let's go。大哥有做超过25下吗？一定有。没有的话，我就是第一名。你是第三。你在这边磕啊，用力磕白鞋。我不敢。哈哈。如果是平的，我一定赢你。我弄那个腰很痛，那代表你的下腹这里比我厉害。哪里？这里。你的子宫是这里。我的子宫有很棒的成绩。你的那个输卵管是这样分开。到时候家长就说我的女儿看你的，说一直吵我要练输卵管。所以上言论没有代表任何微笑。好可悲，永远都只能走上坡。虽然下了一点，但还会再上去。对，还会再上去，再上不去就生个小孩跟蔡雅刚一样。东山北路哎，我看到牌子。点在170公尺不到，这感觉是往天堂，这感觉是往地狱，这边比较绕啦。好了，走了走了走了，都已经来了。早安。请问健身房是往这边走吗？是这边吗？对。好，谢谢。是这边吗？我怎么感觉你真的以前跟你妈走过这里？我不知道，但是这边很像山猪在走。对。哎，共玩平台。啊，不是啊，你的健身房嘞？他哪有写共玩平台？这边。哦，共玩，好呗。我以为是上面写。还行吗？可以可以。我们不会爬剑潭山还要分上下集吧？不会啦，也太逊了吧？那我们这边要做一个效果当预告，用一个在哭的封面。那种封面从这条。好。哇，大姐人好好，三道。对啊，这可以把冒牌都换掉了。欸假金鱼脑又假山洞，好漂亮哦！哇，你们等一下也要去健身房吗？没有，我们要回家。你们要下山了，好快哦！拜拜，下次见。好，下山了，我看你是不是一个人再来。你确定哦？确定你一个人再来？我们还会来。这也算办公室吧，摄影棚。对，摄影棚。好扯哦，他钉进瑜伽裤里面，好多哦。本万一厂商要赞助一下我，哦，我们真的需要。我需要接业配，我超容易被钉哎。我都没事哎，你没事就是因为有我。我有捕蚊灯。他们那个针到底有多长？连袜子都能穿透哎。比你的脚还长。比你的脚还长。好肥哦。下雨了，哇！幸好我有带拉力带，这样我就可以止滑。我以为你会带雨伞，你不是有是拉力带，你要在雨中，我真的不想拍耶。哇，到了！我、哦、靠！哎、欸，上面没软垫哎。哎、欸，20公斤哎。20公斤是上多重？这也太不舒服了吧？对啊，这个不能，大家要小心哦。真的很重的。啊，这些壶铃真的就摆在路边了。然后杠片，哎、欸，这个很猛哎、欸，这应该就是肩膀的。你要做几下？我在这边等你做完一组吗？不用不用，我示范。我来给大家看看你的背肌，背肌的背肌。今天没有放太重，很多背肌。已经够了啦，你这边都是肌肉哎、欸，超恐怖，你已经变斗牛犬了。哎、欸，都没有健身房找我们业配。是啊，哎、欸，我很想当健身房代言人。对啊，哎、欸，你应该可以吧？我、哦、不行，但是还是找女生哎、欸，为什么都找 Pita 或 Guy？ 你看他全身都湿了，可以找吗？我很热，我很脏。再表现一个硬举，说不定就有了。好啊，健身房门看好了哦。哇，这什么完美的姿势啊？啊，这个呢？这个你可以那个把自己身体拉起来吗？好，背肌不够猛，还要小心绑，越来越虚，背肌胸肉。哎、欸，楼上很高级，楼上有龙门架，我根本不用用那个残破龙门架。还有好多呼啦圈呢，哎、欸，能一次摇几个？应该可以5、6个。刚好在健康步道上，哎、欸，你看，敢了，可是我
我不想要我的鞋袜子弄脏。真的假的？哎、欸、，DJ，公司资产，公司资产。没弄到，没弄到。有弄到了，都已经靠几百圈了。还有这个四个面的，真的假的？哦，哦，战神，战神超恐怖，尽量让它波纹甩到最上面。哇，你也很厉害了啦！你妈很会，真的蛮会混的。便捡一个外国人哦，没有啦，就选一下脸。你妈很会，我想要赶快回去把裤子脱掉，然后全身都泡在那个止痒液。我真的好饿，我真的好痒。怎么样？跟小时候的印象？好，因为走不同的路，所以有不同的体悟。哎，我押韵。有没有觉得小时候去觉得很大的地方，小到现在去都觉得小？对，至善园。对，真的，至善园小时候很觉得好大好大，那鱼都逛不完。美术馆其实也是哦，对，哇，终于要下山了。哎，你的手为什么在碰着你的屁股？因为很好摸。哦靠，我以为很酸，你自己会摸自己的屁股，啊、好恶心。它就软软的没，脆脆的、啊。要下山了，早安。这就是这边啦、啊，我小时候就是都从这边圆山风景区。哎，民国83年做的。哎，那我妈很快就带我来嘞。你们是18年前来的吗？对啊，18年前来的、啊，算新的吧。好口碑，好口碑。我们一bonus 期就是会清醒，大概到10点之后，你就会开始咚。那差不多了，我们也爬完了。哎、欸，那天不是跟你说那个蚊子吗？对，它超级夸张，你看。哎、欸，这是淤青哎、欸啊，是你抓太用力吗？没有，不是，它就是什么看明显、欸。哎、欸，这个很夸张，因为它那天肿的包那么大，然后消了之后怎么变成这样？哎、欸，成很夸张哎。